宠物医院院长告诉你，肥猫做一次心脏彩超多折腾，肥胖猫咪吃个检查少不了。做一次心脏彩超最折腾医生，一只社恐小猫咪需要三个医生按住，一位影像科医生看图像，一个医助摁住小猫，另外一个医助提前剃毛固定探头。现在听听，嗷嗷，医生二声三，扫描的切面不对，一次检查就上两小时了。对于潜在有心脏病的猫咪，缅因猫、布偶猫、挪威森林猫以及肥胖猫都是高危对象。心脏病不可逆，主人千万不要因为猫咪脾气不好检查很麻烦而不去医院检查。专业的心脏彩超可以帮助到猫咪提前筛查心脏病。采访时间，院长答疑。